算，徐立真动算。副总统赖清德南下苗栗助攻，力拼蓝天变绿地。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也强调锁定对手中东锦。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，也不能黑道自现。如果我们中东锦议长当选县长，我相信我们苗栗的人头会更抬不起来了。中东锦遭蓝营撤销党籍，在地方仍拥有雄厚人脉，而随着候选人财报出炉，惊人财力也曝光。摊开厚厚一叠财报，中东锦和妻子拥有的土地159笔，建物18笔，存款股票高达1.2亿，保险也有1.7亿。对手徐定真、谢福宏、宋国鼎建物土地合计都没超过两位数，包含土地较多的吴胜胜，四人存款都没超过1000万。中东锦堪称最有钱候选人，面对对手雄厚财力，徐定真则表示平常心，会继续努力。我们中东锦议长有159笔，等于是袁冠恒的2倍多哈。有钱可以任性，可以大傻逼；比较没钱，我们就只好认命，认真勤走。他说他是庶民，那个现金就有1亿多。我相信这个庶民是做不到的事情。谢福宏很酸中东锦曾自称庶民，存款却很不庶民。对此，中东锦发言人也回应，中东锦观念传统，认为有土就有财，有存款就喜欢买地。他太太的家族原本就有继承一些房产，所以在这次的选举中都是一并依法申报的。发言人强调依法申报，对于如何生财有道则没有回应。候选人的财报曝光，资产多寡引发关注。三立新闻黄凤珍、邱瑞阳 A 小组苗栗报道。